鸡汤炖好了，赶紧过来吃饭吧。好嘞，我把这晾完就过去。哎呀，看我们家喜善做的什么好吃的。嗯，哎呀，我们家大喜善真贤惠，这拿电饭煲都能包这么美味的东西。这不是看你每天上班这么辛苦。我就想给你做点汤补补。你今天才辛苦呢，上了一天的班，晚上回来还得给我做这么好吃的东西。我才不辛苦呢，自己做饭，美味又健康。来，我们的喜大师傅今天辛苦了，来，先给您来一块，来用膳。今天带骆祖儿去看彭城之前那套房子了，你知道的。嗯，骆祖儿想买彭城那个小区的房子，好长时间了。小宁，你不用那么小心翼翼的看我的脸色，只要你是正常的带客户去看房子，我不会那么不懂事儿的。再说了，小少啊，现在正需要钱。你要是能卖的房子，你不仅帮了他，也帮了大爱城。我这不是想着免得咱俩再有什么误会吗？哎，我想起来有一件事啊，特别逗。什么呀？你说骆祖儿她这么大一个千金小姐，她不知道买上海的房子需要这个上海的购房指标，她没有购房指标。啊？他也太没常识了吧，那你岂不是白白陪他跑了这么久？嗯，我看呀，他就是拿你寻开心的。那倒也不是，他虽然没有这个购房指标，但是也不是完全不能买这个房子。只要配偶有这个指标，那是可以以家庭为单位买这个房子的。可是骆祖儿是未婚，他该不会为了买房子去找有购房资格的人立马结婚吧？哎，你还真给说着了，他就是想找个人先假结婚，然后把房子这个事落定了之后再把这婚给离了。啊，你在开玩笑吧？这什么馊主意啊？这是等等，这主意该不会是你出的吧？骆祖儿这种千金大小姐，连购房需要购房资格都不知道，怎么可能出这种主意啊？所以她答应了。嗯。其实我觉得这也不算是一个馊主意吧。好多人都是通过这个办法去买的房子呀，而且你事先把这个合同双方给捋好了，你的责任，我的义务，到时候离婚的时候，这全都不是问题。我不管，我不管那个骆大小姐想怎么样，但是你不能掺和，我不同意你和她一起去搞什么假结婚的合同。可是啊，没有可是，这事儿没得商量。小宁，咱们两个刚和好没两天，我不想再因为骆祖儿的事情再吵架了，你知道吗？要是你不想再看到我伤心难过，你就远离这种钻政策空子的事儿。这真的太不靠谱了。行，我其实就是想赚点中介费，我也没想查。
锦然，你怎么不跟我们说一声你就来了呀？最近刚好有时间，我就把东西都搬过来了。那你也不能在这儿办公啊，原来曾店长的办公室那儿还安静一点。这儿挺好的，方便跟大家沟通吗？谢谢你啊，锦然。我觉得大悦城这个项目真的挺有意义的，我愿意参与进来。怎么样，项目有什么新的进展吗？我们找了一栋民国的小楼，我们打算长期把它租下来，然后重新进行设计和装修，再分租出去。你看，这就是照片。你觉得如果把这个公寓要恢复成原来的样子，会不会很难？但是现在只有一个问题，就是钟老先生还没同意把这个房子租给我们。但是我们也没退路了，只有说服钟老先生。和我假结婚的事儿，你想的怎么样啦？大男人干脆点，多大点事儿啊，这么磨叽。我答应你，但你必须保密。还是我认识的那个傅小宁吗？或者是我太天真了？哎，把这楼变成粉红色的也挺好看的。挺时髦的。饿吗？点个外卖。
然，你怎么没说一声自己就来了？我过来看一下房子，研究一下修复的方案。哎，就是现在还不知道这房子到底能不能租下来。我这外观也照完了，准备进去看看，一起吗？你不知道，这房主啊，脾气特别大，不见任何陌生人。没有免费的呢，没免费的什么了？午餐。好，行了行了行了，早餐午餐都行啊，没什么事儿你们就可以走了，我没心情跟你们聊天。周爷爷，我们保证不跟您谈任何租房卖房的事儿。那个周爷爷，我们真的是因为看了您的画，我们想听听您跟我们说这画里的人还有这故事，我们保证只当倾听者。啊，对了，周爷爷。这位是著名的设计师井然，他对民国的建筑特别有研究。老先生您好，我今天到您这房子来啊，我就是想抱着学习和观摩的目的来的。还有，我想着跟尚木生一块儿，您房子里面有什么需要修补的，我们都能帮您修补好的。保证不提租房的事儿，记住你的保证，否则我随时下逐客令。进来吧。好，来，老先生。你们就随便坐吧。老先生，您家这个房子是真的漂亮。是吗？啊。我去给你们倒点白开水吧。哎，钟爷爷，我去吧。我刚在药店里面买了点 VC 泡腾片，我们喝这个补充点维生素。你们家厨房在哪儿？哎，行，我去啊。白先生，我想自首参观一下，不知道您方便吗？看吧。啊，好，谢谢。我先到这看一下。钟爷。你们家我给您检查检查，看看哪有小修小补的地方。我这带着工具箱，别浪费了，是不是？您先歇着。
这个房子是一个客户挂在咱们店里的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太好的房源了。我知道，我在咱们系统里看到过。为什么带我来这里？你看啊，如果有了足够的首付，咱们就可以把这个小公寓给买下来。虽然这个房子小一点，但是我觉得格局还是可以的。这些家具你要是不喜欢，咱们就都给换了。这个沙发呢，咱们可以换一个大一点的沙发床，到时候看电视看累了，咱们就可以躺着休息一会儿。这个开放式的厨房呢，咱们在这儿加一个小的吧台，这个地方放一个大一点的餐桌，咱们吃饭的时候方便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你想说什么？来，咱们再去阳台看看，好不好？来，你看啊。这套房子在23层，白天咱们站在这儿，可以看见整个上海车水马龙，就好像是我们把整个城市踩在了自己的脚底下，我就是这城市的主人。到了晚上，你可以看着满天的星星，还有万家灯火，这感觉不要太好了。你绕了这么大个弯子，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是想说，咱们到时候把这个房子买下来了，咱们就在上海有一个属于咱们自己的家。在这个偌大的城市，就会有一盏灯和一扇窗，是属于咱们两个自己的。想想都不要太兴奋。你是想说，只要做成骆祖儿这个单子，就能凑够这套房子的首付是吧？我昨天晚上已经跟你说过了，骆祖儿这个单子按照正常的手续我不反对，我很高兴你能拿到提成，小少爷能解决燃眉之急。但是如果你帮助他走什么歪门邪道，我不同意，我坚决不同意。钟爷爷，我看这栋房子里真的有好多房间啊，我发现每个房间里都有类似的画，都是以同一个少女和同一只小狗作为创作原型。我猜这里边一定有什么故事吧。你们也看出来我画的是同一位少女同一只小狗了。有意思吗？那是我年轻时候的一个梦啊。我16岁就在陈先生开的药厂里边当学徒了。后来认为我认字又会打算盘，陈先生就把我安排在药厂门市药店了。在那个药店里，我第一次看到了陈先生的女儿陈碧君。陈小姐长得很漂亮，她是我心目中最好看的女孩。媳妇，你真乖。来，往这走，往这走，看看什么什么。哎呀，过来过来。哎，知道没有？有听到没有？哎呀，真是个好孩子。哎，球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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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你是谁啊？你学过画画？我叫庄阿毛，是咱们药厂的伙计。这张画我很喜欢，你能送给我吗？不行，等我以后画一张更好的再送给你。可是我很喜欢，我拿走了，谢谢。
忙，我们还会再见的，对吧？妹子，我以后每天都会过来等你。就这样，一个富家小姐和我这个穷光蛋就成了朋友吧。其实我心里边一直觉得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由于陈小姐的出现，我就更喜欢绘画了。陈小姐的父亲是一位成功的商人，也是上海有名的大慈善家，每年都捐出去不少钱，其中有一项就是高等学府的奖学金。他是希望看到成绩优秀的穷人家的孩子也能有机会学习。我在陈小姐的鼓励下考上了上海美专。我当时的感觉就好像我抓住了一个梯子，我就要一步登天了。我开足了马力，玩命的学习，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学有所成，好让自己能配得上陈小姐。这就是我当时努力学习的动力吧。不好意思啊，这么大岁数了还说这些。还没等我毕业呢，陈小姐一家就去了香港，又从香港前往美国。我当时挺难过的，感觉很失落，好像丢了什么东西。其实是把魂丢了。我一直鼓励自己要好好学习，等着陈小姐回来。就这点念想，这点期盼，支撑着我的生活，也算是充实吧。建国之后呢，我又获得了深造的机会，继续学习中西方的绘画。我就天天画画，我那个时候画的最多的就是陈小姐和这个小狗。我其实是怕时间长了，我把陈小姐的模样给忘了，我就把她的一颦一笑都画出来，画在画布上，也画在我的心里。钟爷爷，那您之后跟陈小姐再次相见了吗？哼，见什么面呢？也不知道她在哪儿。我也托人打听过，也没有消息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咱们跟外界没有联系方式，所以我就暂时把这事儿放下了，专心致志地画画吧。那时候我的画已经会画界认可了。
卖了一些画，攒了一些钱。等到80年代初，房子产权开放了，就是随便买卖了，我就第一时间把这栋房子买下来了。我心想，这是陈小姐他们一家住过的房子，我得替他们守候着。万一哪天陈小姐一回来了，一看房子还在，我还在，我们都等着她回家呢。钟爷爷，你和陈小姐之间的感情真的好美，让我想到木心先生的一句诗：从前车马很慢，书信很远，一生只够爱一个人。到了90年代，咱们跟外界的联系慢慢的就都恢复了，我这时候也就打听到了他们的消息。那是个坏消息，陈小姐一家从香港坐船去美国，那艘船在海上触礁沉没了，陈小姐一家也就我当时接受不了这个现实。我感觉我整个人就坍塌起来了。我想站起来，可是我一点劲儿都没有。我对自己说，你得站起来，你只要拿起了画笔，就能排除心中的阴影。可是当我拿起了画笔，我什么都画不出来，我不知道自己要画什么呀。我知道我完蛋了，我这辈子再也不能作画了。当年一个小有名气的画家就这样在画坛上渐渐地消失了，不能画画了，我还能干什么呀？我就像皇陵的守陵人一样守着这所空房子，我害怕有一天陈小姐的灵魂回来了，找不着这个房子，找不着家，找不着我，找不着回来的路。坚守，我真的特别的感动。建筑是一个时代的载体，住在房子里的人和事就是一个时代的灵魂。周老先生，请你相信我，我也相信我自己，我有这个能力可以帮你把这个房子修复成您记忆中的模样。是啊，钟爷爷，这么好的一栋房子，又有这么美的一段故事，他应该永远地留存下去。留存下去，这所房子在我的记忆中永远都不会消失，直到我死，
我死了之后，我要让我的灵魂和陈小姐的灵魂在这座房子里相遇。钟爷，我们既不租这套房子，也不买，我们就单纯的给您修复一下，你愿不愿意啊？不用了，谢谢你们。我已经是风烛残年了，此生无他求，就这样走完一生挺好了。哎呀，鞋跟怎么坏了？把鞋跟给走断了，你给我买双鞋送过来呗，36码的。哎喂，哎哎，现在见证友谊的时刻到了啊！我刚鞋跟断了，你给我买双鞋送过来呗，36码的。不是，你天天闲的跟什么样？你就知道打游戏，你不料咱们绝交啊？你们怎么都不来啊？喂，喂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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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懒得跟你废话。还不高兴啊？傅小宁，你绕了这么大个圈子，但又费心费力的带我去看房子，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跟我说呀？你要是有话跟我说，你就赶紧说，不要再做铺垫了。没什么话说呀。不是，你这么严肃，弄得我都紧张了。真没话说，我可是给过你机会了，你要是再不说，过期不候啊！我真没话说，等一下。哎，你好，我是傅小宁。哎，傅小宁，我刚鞋跟断了，你现在赶紧给我买双鞋送过来，36码的，地址我一会儿发给你。你要是不来的话，我着急了啊！过时不候。哎，那个，行行行，您稍等我一下，我马上就过去。哎，好嘞好嘞，再见再见。宝宝，我之前约的客户啊，他说他今天要看房子，让我现在就过去。我得去一趟。哪个客户？要看哪个房子，我一起去。不用，这个房子不一定能成的，我一个人去就行了。现在店里面也缺人手呢，咱们别耽误在同一个业务上了。你就先回去，正好你捋一捋咱们之前带客户看的那些房子，打电话一一回访一下，看看人家什么意见。咱们要听取别人的反馈嘛，再给别人推荐一下新的房子，约一下时间。好，我先回店里等你。行，那我先去见客户了，你就先回去吧啊！别不开心了，我尽快啊。
师傅您好，往前走。师傅，跟上前面那辆车。好。人呢？你再不来，别来了！真是默契。谢谢师傅啊。这是我们店新款，舒适透气，你可以放心为女朋友选购。不是我女朋友，我帮朋友选的。有没有高跟鞋？那高跟鞋在那边，你可以给我看一下。像这些啊，都是买的比较好的新款。就这双吧。好的，先生，穿多大码的？To collide, the way you look into my eyes. Never thought love would come like all was meant to happen. Where you are will be where I start. You've become my only star. Where it's dark is where you spark. I'd follow wherever you are.Baby, I won't let you feel afraid. I'll be here with you through night and day. All these memories won't be erased. My love for you will never fade. Hey, I know you know our heart's getting close. We can't deny it's real. All my life searching, now I know I foundFalling